欢迎回家。哎，好。哎，那个B2是临时称的，咱们停 B2啊。那里边请，里边请。哎，哎，爸，宝，你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时候干上保安了？今天刚上岗。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爸，我这不是要给人做上门女婿吗？以后到了你家，我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了。可是我想您呢，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辙，我就在咱们家大门口天天守着您，您进进出出的，我还能看看您，多好啊！哦，爸，嗯，你这话说的还让我挺感动的。嗯，少跟我来这套你！我还不知道你，啊？这房子没给你解决呢，你就跟我来幺蛾子是吧？把这事批办了，给我回家。我不回去。 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了？再说了，以后我嫁到人李家了，就不能经常回娘家看您了。我这个工作一举两得，多好啊！您就不想我呀？哎，欢迎回家。我让你走，走，回去，回去，回去。我不回去。哦，你儿子还真那么说呀？王蛋，他坚持不了几天。 他是坚持不了几天的，可这事儿再这么僵下去，雨晴的态度还不改变的话，过不了几天，宝真有可能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你看，你看，你看，你明明知道你儿子打的什么小九九，你还死乞白赖的往他这套子里钻，他就是要让你着急上火。你看，沉不住气了吧？哎，你呀，哎，你干什么？你不吃了你？ 吃什么吃啊？气都气饱了。哎呦，你去把冰箱里有一只鸡拿出来化上冻。你不是都气饱了吗？给宝做个宫保鸡丁，他那么刁的嘴，这物业的盒饭他能吃得惯？哎呀，说你真好，爷子怎么说你好呢？什么？哎，高院长，哎，这位。 哎呀，清风啊，请坐，请坐。我发现你真是比传闻当中说的还要忙啊！作为咱们医院手术量全院第一的医生，我还真得排队等着你播种接见呢啊！大院长，您这么冲，我怎么敢当啊？您找我什么事儿？我找你是因为科室的事情。你们心脏外科从胸外科分出来这段时间，科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呢。 院里的领导们经过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希望由你来担任科主任。谢谢院领导的器重，但是我现在临床的任务很重，真的没有精力去涉足管理。清风啊，院里面就是想让你借这个机会学习和锻炼一些领导能力，从全院的发展角度来进行学科建设。对不起，高院长，我现在就想做好每一台手术。 况且，心脏移植中心马上就开始筹建了，那是我一直的理想。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些事儿上。嗯，好吧，既然你不愿意，院里不会强求。谢谢高院长，移植中心的事情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的。谢谢您。哎，这个快到下班时间了，你后面还有什么安排吗？没有。那你就坐我的车，我送你回家。这是怎么好意思啊？ 你从一大早就坐手术，都坐了两台了，早点送你回家休息，好不好？不是，平时我开车的，我今天限行，我叫我车就行。你千万不能跟我客气，那移植中心的项目你我可是搭档啊！<笑>好，那就下班一块走。好，好，好。秋风啊。 怎么着？我听说你现在还是单身呢，跟家里人一起住啊？对，我大部分时间跟我妈一起住，偶尔住咱们医院的专家公寓。哦，你父亲呢？我是单亲家庭，我不记事儿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没见过他。哦。 这么优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嗯。
他现在身体还好吗？啊，好，很好。他原来在他们单位是工会主席，退休以后就在街道当调解员，干得挺开心的。哎，对，就在这儿停就行了。这个啊。谢谢高院长。哎，我回来了吗？啊，回来了。这，哎，好不容易挂上去的，怎么给拆下来了？哼，笑什么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对象了？你所以不去相亲？哎呀，哎呀，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洗手吃吧。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对象了？我天天在医院那么忙，哪有时间谈恋爱呀？所以呀，所以这对象，就在医院里呀，就在医院里。林杰。我觉得不错啊。您今天又去医院了？对呀。哎，我让林姐给你的汤你喝了吗？真是的，灯下黑呀，那么好的姑娘愣没看见。妈，我跟林杰就是同事，没别的啊。对对对对，就是同事，妈妈知道同事。但是同事结婚的多了去了，我做调解员这么多年，我觉得在一个单位工作吧，怎么说呢，接触的特别多，感情就容易稳定。你不像是找一个别的行业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你工作。你说你那么忙是吧，就说你也不顾家呀，这啊那一大堆意见，你就有矛盾对吧。林杰则不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妈，我们俩同事这么多年，能发展不就早发展了吗？您千万别再提这事儿了，要不然回头我们俩都没法一块工作了，多尴尬呀。好好好好好，不提这个事儿，不提这个事儿。来来来，跟我说吧，吃饭。嗯，吃饱了，他们等我一个方案呢。哎，吃那么少啊？晚上吃点东西身体不好。妈，嗯，您怎么看我手机呀？啊，对啊，我看你落这儿，我正想给你送进去呢。可林杰还真是同事关系呀，这傻小子。哥们儿，咱俩谈到咖啡厅见。妈，啊，我出去一趟啊。啊，这刚回家还出去啊？这么晚了？就是张然找我有事儿，工作的事儿，必须得面谈。哦，哎呀，你是这么辛苦，还得要出去。行，路上小心啊。啊，妈，您不用等我啊。不管多晚，妈妈都能回来。早去早回啊。嗯。怎么着，被你妈给逼出来了？我打算搬到专家公寓去住了。哎，我记着你说你认识一个靠谱的保洁阿姨，你介绍给我啊。你想从你们家搬出来？嗯，不可能，你妈不会同意的。心脏移植中心的项目已经启动了，我跟领导保证过我会全力以赴。我这回家想看看资料，一回去我妈就没完没了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太知道你那种感受了。你妈呢，是围追式堵截，
我爸呢是狂轰滥炸，我一回家，这老爷子往那一坐，就把手机啊朋友圈这么就翻起来了，说哎哎哎，你看谁谁谁的爸又出国旅行了，啊哎儿子看，谁谁谁又给他爸买单反相机了，谁谁谁他们家在三亚又买海景房了，这一圈下来，然后问我，你什么感想啊？我能有什么感想啊？掏钱呗。我真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能为我着想着想。哼，你妈那种，绝对的入侵式母爱；我爸这种呢，就叫捆绑式炫富啊。要不然茫茫人海中，咱们俩怎么能成哥们儿呢？这都是有道理的。这赶紧把那保洁阿姨电话发我。保洁是吧？嗯。哎，嗯，发给你了啊。祝你越狱成功。关玉清，你弟弟这样的我受不了了，他是没你有本事，你厉害，你有能耐，你理所应当的帮着你弟弟呀。啊，玉清，你们要做孝子知道吗？知道，你总说孝子孝子，我看你才是孝子，整天孝顺自己的儿子。你混账，你眼看着你亲弟弟结婚，你不帮忙，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把话放在这儿，这亲人要是变成生人，那可比生人更生分。刘主席，走。你别往心里去，哎呀，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你？抽什么风啊你？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愿意接受处罚。雨晴啊，这次你们能够把心脏安全及时的运送到上海，雁西医院和浦外医院还有患者家属一起向你和你的机组成员表示感谢呀。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两个医院和患者家属的感谢信，锦旗和感谢信呢是雁西医院派人送过来的，他们说心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他们还请求务必要表彰你们，所以我们开会一致决定，关于你们迫降无锡的事情不予追究，而且公司还要表彰你们机组。谢谢谢谢谢谢。对了，那个 VIP 的投诉那怎么办呀？那个主治大夫啊，已经出面解决了。主治大夫？嗯。我想问一下，那名医生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好感谢人家。他叫徐清风。谢谢，谢谢大家。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严防死守是勇敢，真情流露就是懦弱。清风，雁西国际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至今为止发表的学论，其中11篇刊登于
你啊？啊？你是不是那天在徐生办公室的？哦，你是来找徐医生的吧？哦，是。他今天在重症室，应该在查房呢。走，我带你去啊。谢谢啊，关机长，徐医生就在 ICU 病房呢，我先去忙了。谢谢啊，谢谢。请问你妈上月是哪位患者的家属？上周从急诊转过来的，病毒性肺炎那位。大夫，我就想问问，用你们那个 ECMO 到底还要住多久啊？这都很多天了。是啊是啊，像你爸这种情况，必须用 ECMO 替代费。那还得花多少钱啊？30万左右。30万？老公，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你给句话吧。实在不行，还是算了吧。对他，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清风，我听说呀，这患者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这老了找过来了，所以这子女都不怎么待见他。其实你们爸爸跟我表达过，他不想治了，我估计也是怕拖累你们。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毕竟原谅不原谅有很多次机会，但生命只有一次。考虑好了，来办公室找我。你跟 ICU 说一下，305床的费用，我个人先帮着垫付一部。不是徐医生，他们家属都不愿意救，这么高的费用您来垫付，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人还有的救，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但我看那305床的家属啊，说的挺绝情的，他们对自己的父亲没大有感情。要是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一开始就不会送他进 ICU。再给他们点时间考虑吧，我不想看到他们后悔。那徐医生，您觉得他们会继续治疗吗？不好说。但我知道，爱一定会大于恨。明白，那我这就去办。去吧。你怎么来了？你好，徐医生，我来送礼。抢救病人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吧。哦，不光是救治了志武的事情，还有别的。别的什么事儿？那天我把飞机迫降的无锡有乘客投诉，多亏了你拿了医院和家属的感谢信，我和我的机组才免于处罚，所以谢谢你。你就是那位女机长啊？很巧吧，亚新航空第7飞行大队飞行员关雨晴。应该我感谢你才对啊！那天你要不是叫了救援直升机，我根本完成不了那台手术。太感谢了，感谢感谢感谢。所以啊，既然要感谢，礼物你收下吧，把心意化为行动，是我们机组的座右铭，快收下。这太贵重了。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还因为那天我在这里给你听诊生气吧？不，没有。那我谢谢你了啊，谢谢。所以那天我不好意思啊。没有。徐医生你好，我的片子已经出来了。那你忙吧，我先走了。谢谢啊。好，来坐。医生的手术结束了吗？结束了，我带您去找他。您好，找到徐医生了吧？找到了，谢谢啊。谁啊？高院长，那是徐医生的女朋友，还是位女机长呢。女朋友？啊，前段时间两个人吵过架，他已经来过一次了，今天是特地来送礼物的，超级主动。但是他今天走了，徐医生都不带送一下的。两个人肯定还在吵架呢，还没和好呢，对吧？啊，还吵架呢啊？那行，那你先忙去吧啊。
等一下，姑娘，请等一下。叫我吗？对，就是你。哦，我们认识吗？我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我叫高建林。哦，高院长你好。你找我？你找徐医生好像有什么事儿，我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呢？啊，没有没有没有纠纷，就是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哦，私人方面的事情。就是事情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一时间还说不清。姑娘，如果你不觉得冒昧的话，能不能把你的联络方式留给我呀？啊，哈，其实我刚调任这家医院不久。徐医生是我们医院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除了工作，我也想更多的关心一下他的生活。他朋友不多，所以我想通过你了解了解。啊，不好意思，高院长，您可能误会了。其实我跟那个徐医生我们不太熟，连朋友都算不上。姑娘，如果你觉得我打扰到你了，你可以直接删号啊。那行吧。哎。这是我的电话，关于雨晴，亚星航空飞行员。小关，好啊，很高兴认识你。哎，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我啊。好的，谢谢您。那我就走了。哎，好，再见啊。哎，再见。开的炖给燕的啊，哈哈哈，红红绿绿粉粉的。哎，雨晴啊，你在哪儿呢？我在宿舍这边呢，别等我吃饭了哈。对了，你们身体怎么样了？爸是不太好，这一有剧烈活动，一着急他就堵得慌。妈，告诉你个事儿，我今天去雁西医院的时候，认识了他们那儿的院长高院长，还是心胸外科的专家，我们留了电话。那可太好了，这种关系，咱们还求之不得的呢。对啊，我也这么想，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让这个高院长给爸检查检查身体，到时候你可要劝我爸。哎哎，那你也要注意身体啊，那个别太累了，注意吃饭。啊，我知道了，妈，放心吧。那你们早点休息啊。哎哎。
哇，好香啊！怎么样？专门为师傅准备的牛肉火锅。哎呀，厉害啊，孙小白！你怎么知道关二爷喜欢吃牛肉火锅呀？用心嘛，我以后还指着师傅多多指教呢。这你火锅算什么？呵，就这两片肉就把我打发了呀？当然不是，我还专门为你弄了果汁。吃火锅之前喝果汁减脂，等着。哎，锅巾领导是应该的，但是呢，也不能少了我的。有你的，有你的，等着。这也差不多。吃吧，来，真是的，让盘子。这么晚了还不下班，还没和好啊？喂，你好。哎，小关你好。我是高建良。哦，高院长你好。请问你明天有空吗？我正好这两天休班。太好了，太好了。上次一见，你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想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啊，介绍给我呀？啊，不用了。小关，我知道我这很冒昧，但是你们两个各个方面实在是太般配了。你一定要相信一个老同志的眼光啊。啊，那个。如果不喜欢，就当交个朋友嘛。我都跟对方说好了，人家小伙子也同意，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好不好？那行，高院长，你跟我讲一下那个时间和地址，我准时到。好，好。耶！什么就业了？对不起，高院长，我真的没有兴趣相亲，而且我马上有一篇论文要发表，明天我还要赶论文呢。清风啊，你听我一句劝，工作不要绷得太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是，那生活上的事儿，您能让我自己安排吗？你自己会安排吗？你有时间安排吗？再说人家对方姑娘都已经答应了，您要是不去，我还要回绝人家。我要是那么做，人家肯定会说我这老头不靠谱。去吧啊，那你见了面，一旦不是很喜欢，成不了恋人，你多一个朋友也不错呀，对吧？嗯，那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哎，最后我还要嘱咐你一句啊，跟女方见面以后，一定要待够一个小时，这是对女孩子最起码的尊重啊。啊，好，我走了。相亲，你好，请问是？怎么是你啊？高院长介绍的原来是你啊！先生，您需要点什么？不用了，谢谢。好，我就坐一会儿。看来你不是自愿来相亲的。我就没想过要相亲。你要觉得坐不住或没必要，你可以走哈，我无所谓的。不行。我答应了高院长，要待够一个小时。我有个提议，既然来了，就别浪费时间，我给你看诊吧。看什么诊？飞行员长期保持坐姿，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关节炎，颈椎、腰椎也可能出现问题。机舱气压变化大，
还容易患上骨膜内陷的毛病。因为高空辐射相对缺氧，飞行员的皮肤容易干燥，患秃顶的几率比较高。这些问题呢，可以通过调整工作和生活习惯得到改善。可骨头的问题不容小觑。骨头？在干嘛？转过去。不是看诊吗？转过去干嘛？我就是给你看诊，我要看你的脊柱。哎，我痒。这疼不疼？不疼。这儿呢？不疼。哎呀，我不疼。慢一点，把胳膊抬起来啊，慢一点。疼不疼？哎呀，我说了不疼就是不疼，哪也不疼，没毛病。因为你还年轻，所以刚才的疼痛你还可以忍，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的脊柱已经有点变形了，继续发展下去会压迫你的神经。我建议你每周练练瑜伽，我再给你开些药，按医嘱服用就可以了。服务员您好，给我拿支笔。先生，这是您要的笔。谢谢。还有20分钟。那我们干嘛呀？超市里只有一把伞了，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怎么吃什么时候吃我都写好了。谢谢你啊，看病还看了个全套。那我们走吧。这么大的雨，要不再等一会儿吧。天气预报说还得下2个小时呢。接个电话。喂，啊，明天手术你就帮我安排3台吧，啊，把时间表啊，把时间表发给我，啊，好，谢谢。哎呦，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那，就此分开吧。再见。哎，伞给你。啊，那你怎么办啊？我没事。哎。儿子啊，妈，回来了。嗯，怎么样？那姑娘相中了没有啊？不太合适，而且您不会喜欢的。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喜欢啊？是。啊，哎呀，儿子大了，懂事了，知道考虑妈妈的感受了。行，没关系，不合适咱们再继续找。我看会儿资料。哦，行行行。不是，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留意一下你周围的人，也许呀有那特别合适，有那特别优秀的，这可能都是有的哈。
哼，我不看你妈，你妈。要不我进屋看去？别啊，在这儿，在这儿陪着妈呢。你有什么事儿啊？儿子，人家咱小区的好多老头老太太吧，都会网购了，没有快递送上门，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天儿。你妈妈落伍了，人家会笑话我的。你想学网购啊？对，我想学网购。这事儿简单，张然是网购达人，每天都收快递，我跟他说一声就完了。哎呀，张然不行，大小伙子那审美能跟我一样吗？他不行。给林姐打电话。妈，我就跟您说过了，我们俩是同事。哎呀，我知道，我不让你跟他做朋友。我喜欢他，我跟他做朋友，这总可以了吧？啊，来，打电话。我打。您干嘛呀？非要弄得我们俩同事都做不成吗？没事，你妈没那么没有分寸，是哪儿至于啊？林姐，不是清风，是我徐阿姨啊！对，你好。哎呀，你看，真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啊。我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想问问你呀，就网上购物。这怎么操作呀？明天帮我安排保洁去一下专家公寓，我要搬那边常住。对，啊，这步骤是这样的。哦，哎呦，这还挺麻烦。别问了，就这么办。什么？你要替我买啊？哎呦，那太好了啊！那个105的，对，我知道。啊，那个。就是你在这个酒吧里头，这个男女关系这个尺度你真的得把握好。哇，那爸你放心，这个我把握的特别，他只能靠你把握啊，明白吗？放心，这个尺度很微妙的啊，把握好了啊。知道啊。爸妈，我跟车这车我是我跟你们叫好啊，回去路上慢点，到家了就给我发微信啊。哎，还有啊，这房子的事儿我和贝贝妈可就等你好消息了。对呀，放心，在关家最后还得我关震雷说了算了，我这。毒死，行，明白就好。走了，走。来，董事长，快上。好，等会儿回来你们啊。哎，放心吧啊，放心，爸，慢点啊。到了，发微信啊。拜拜。老婆。老公。关太太，您的私人专车到了。嗯，出发。老公，我爱你。谢谢师傅对我的指导。那别一天到晚整这没用的，我得看看你进步啊。师傅，你可是大神，相信经过你的指导，我一定会尽快出师的。飞行员没有大神，也没有奇迹，只有不断的训练，了解航线，提前准备，知道吗？我信你。信我没用，你得信自己，赶紧练去，别在这坐着了。是，走了，师傅。快去吧。
喂，高院长。小关，跟徐医生见面谈的怎么样啊？和好了吧？和好？我们刚认识，他只是给我看了一个小时的病。哦，你们两个不是恋爱关系啊？哎呦，怪我怪我啊，道听途说了。啊，没关系，院长，您关心徐大夫的生活，我可以理解。可是小关，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非常般配呀、啊。如果你们能细水长流的多接触几次，你们就会发现对方更多的优点。哎，小关，那个徐医生刚才跟我说，他让我给你打个电话，约你再见一面。还要再见一面？